好，这根皮裤我先跟大家讲，它比我们家的弹力牛仔还要弹。那妞儿今天穿的是我们家的 S 号，非常的标准，非常非常的舒服。不论是在腰围、屁股还有大腿，完全都不是挤肉的。因为皮裤啊，大家都很怕很包、很贴等等之类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件皮裤不瞒大家说，它的弹力真的跟牛仔裤一样的厉害。那它前面的设计呢，很特别，它前面是绑带的一个造型，它实际真正的穿搭在后面，超可爱。这边有一颗扣子是可以打开来穿的，然后拉链走在后面哦。这个呢是完全微宽裤口，它不会整个这样挤在你身上，它是微防泼水的皮革，不是防水，是微微的雨水泼到它是没有关系的。你就买自己的尺寸就会最舒服、最好看、最显瘦、最好搭配、最好穿，比例也是最棒的，所以不要擅自做主，就买自己的尺寸就好。